咱俩认识时间虽然不长，但是咱们经历的事比一般夫妻这一辈子经历的多。在我心里，你就是我弟弟。愿意为我来上海，愿意为我改变，我都看在眼里。这件事你给我。旺子喜欢悠然见南山的慢生活，一壶茶，一本书，做了他的陶器他就知足了。可是你是编剧，是造梦的，是活在剧本里的，一喊开机，所有假的都变成真的了。他的世界里边，假的永远是假的啊！你俩压根就不是一个世界里的。我们俩的感情就好比这杯水，我和王叔旺为了把这杯水填满一直在努力，所以我希望你们能看到这杯子里的水而不是空气。我是不同意你和露露结婚的。妈，就不能给我们一次机会吗？结婚这么大事都不告诉我们一声，你们想干什么呀？我们一路走来不容易，我想找到他，我不想放弃。你为什么要赶走露露？我不喜欢他。自从你离开我和我爸以后，那里的一切就和你没关系了。住在你楼上的那个租户，他就是个骗子。我相信王先生的人品。他跟我女儿认识七天就要结婚，太不负责任了。我认识七天就要结婚了，那真是太负责任。先上车，再补票。托你的福，我最爱的工作没了，我不能让我最爱的人也没了。婚姻就是你走出房间，走进厨房的那一刻，把节奏放慢，让鸡毛飞得慢一点。露露啊，以后的生活我都会给你，会奋斗给你看的。啊！我们之间是有默契的，你要是走了，我会很失望的。你再叫我就把你淹了。我一直以为当一个编剧的工作是写剧本，我现在才知道你还得跟他出去约会去，现在已经到接吻的地步。你可以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但是我不行。我有我的判断，你为什么不相信我？我相信你，可是我不相信他。我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们俩的未来。你给我回来。而是两个人共同选择一条能够共同度过的人生之路。但是我的人生需要我自己来过。明明知道我跟陆好，他为什么对我们下手？我第一次看到王叔旺的时候就被他的痴情所打动。我生来没有你幸运，不如你有你，但是你拥有的男人照样可以。你再跟马思纠缠不清，我们俩就分。好，你的生活充满了戏剧性，每天都是分了合，合了分，就像演戏一样。可我要的生活不是演戏。听说你饿啦？我不要，好怕怕。露露，你愿意嫁给我？你属狗的，咬我干什么？哎呀，他不吃这个，他喝奶的，不是吃的啊！不要吵，好掉了，掉了，不叫什么玩意儿，早晚你会杀人。你和王叔什么？你是怎么拿到唱片版权的？你在乎的是我怎么拿到版权的，还是在乎我怎么帮他获得成功？我是我。下去的话，我肯定死了都忘了王思旺的实力。侬好歹想不想？走吧，啊，我就坐。谁呀，这么扫兴？哎呀，你妈呀！美丽的上半日，到上海电影制片厂的五号房，
阿拉大家聚会了一道来看搿能介一只新的戏。阿拉现在还辣拍《国民大生活》。搿只故事呢是讲个一对年轻人的爱情故事。女主角呢是阿拉上海的女小囡，男主角呢是来自北京，是北京的一个小钢炮。伊拉的爱情故事起起伏伏，轰轰烈烈。好的辰光呢，好得来不得了，吵起来也吵不休。所以，搿是一部讲述认真的生活、快乐的生活、勇敢的生活、温暖的生活。希望大家会得老欢喜搿只戏。谢谢大家。八小你好，人会选择很多的生活方式，我想问问你，你选择的生活是什么？我选择的是一种快乐的生活。我所谓快乐的生活，就是我现在可以去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因为我对未来的期许就决定了我现在要过什么样的生活，所以我觉得要珍惜眼前的每一分每一秒，尽量不给自己留下遗憾，这就是我所谓的快乐的生活。说得真好。大姐，你有什么选择的生活吗？我会选择勇敢的生活。我们在追求目标、实现理想的过程中，会遇到很多很多的困难，有的时候甚至会觉得活着很累、很辛苦、很无奈，有伤心和痛苦的时候。但是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体验生老病死、悲欢离合的，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目标和追求，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勇敢地去面对，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要坚持，永远不放弃，只有这一秒的坚持才会有下一秒的奇迹，所以阳光总在风雨后。谢谢大家。生活呢是认真生活，认真是指一种做人做事的态度，岁月不会无缘无故的让我们增长见识，除非我们在生活里不断的打磨塑造自己，岁月也不会让我们随便的成功，除非我们坚持不懈，努力拼搏，岁月更不会凭空给我们财富，除非我们用自己的双手和我们的智慧去努力创造。我喜欢自由和兴致勃勃的生活，还有努力怎么说呢，努力忙忙碌碌的奔走，只有这样呢，我觉得生活才会风光霁月，做这样的女子呢才会从容不迫，无所畏惧。大家好，非常高兴在这里跟大家见面。我今天要讲的主题呢是幸福的生活。当王老师把这个主题交给我的时候，其实我思考了很久。我也问了很多人，就是对于你来说幸福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我得到相当多的一些回答，比如说寒夜里的一杯温开水，比如说过年时全家人的团聚，比如说情人一个肯定的眼神，在那一刻我所问询问的这些人都是感到幸福的。于是我回去以后深深的思考，对我来说幸福到底是什么。我想了很久，我终于想到了，对我来说幸福是什么呢？幸福就是认真的体会人生的每一刻。
甚至在生活把你压到谷底的时候，你仍然能够看到希望，仍然愿意努力奋斗。对我来说，这就是幸福的生活，跟大家分享一下，谢谢。珊珊，你最向往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我当然最向往美好的生活，和美好的人在一起，做美好的事，实现美好的梦想，即便是苦难也是美好。对于生活，我想要投以恋爱般的深情，我希望我拥有足够的能力去不断探寻那些蕴含在生命点滴中的美好。然后有一天，当我遇到一个和我一样生活在丰盛和美好之中的人时，我也能让他充满惊喜。在似水流年的日子里，平凡着你的平凡，美好着你的美好。是的，有时候我们的生活不尽是美好，即便如此，我依然希望你我能够朝着太阳生长，做一个温暖的人，温暖生活。我希望我们的小日子过得幸福而轻盈，踏实而有趣，最重要的是一定要充满爱。人生总会有不期而遇的温暖和生生不息的希望。生活不是一种刁难，而是一种雕刻，需要我们用心去呵护，用爱去完整。学会去爱，去包容，去珍惜，温暖生活让我们都拥有了温柔的光芒，不炙热滚烫，但温和了岁月，轻柔了生命。愿我们都能活得比春天还温暖，这就够了。谢谢。那接下来我们也再次掌声有请我们的家长梅小平老师，请各位来到台中。刚才的过程呢，实际上是我们的各位优秀的演员将自己生活中对生活的感悟和在演出这部《国民大生活》时候剧中的感悟结合在一起，给大家的一种生活态度。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有请每一位我们的演员呢，和大家用自己生活中的自己打个招呼。来，有请各位，每位跟自己大家说一句，就从这边开始吧。各位，大家好，我是洛威，我在这个戏里面饰演的角色叫赵燕。大家好，我是严小平，在戏中演女主人公露露的妈妈蒋妙英。大家好，我是朱孝天，在戏中饰演春雨秋，非常高兴跟大家见面，谢谢。Hello， 大家好，我是郑凯，我在戏里演的叫王书旺，上海话说叫网丝王。大家好，我是袁珊珊，我在戏里面演的是露露。大家好，我是刘佳，我在戏里饰演马思思，露露的闺蜜。大家好，我叫鲍晓，我在戏中饰演的角色叫顾斌，是一位导演。谢谢各位，刚才的片花加上在舞台上这部小剧呢，其实让我们的每一位啊，对我们这部剧是充满了一种期待的。其实王老师的每一部剧我都特别期待，因为我跟他特别熟悉，我知道王老师是一个怀揣着生活梦想、爱情梦想、充满理想色彩的一位编剧，所以他的每一部戏写出来啊，应该说没有年龄差，不管是你是什么年龄段的人，看到这部戏的时候都会在自己身上找到共鸣。那其实每一位演员在出演这部戏的时候呢，也有自己的感悟，所以我们今天想把第一个问题呢抛给严小平老师。严老师呢真的是以前从北京人在纽约和孽债开始啊，那真的是大家特别特别喜爱的一位艺术家。这些年其实接的戏不是很多，而且我们也了解到严老师不太接戏了，是什么吸引到你这次接的王老师这部戏呢？
我和王老师其实在2001年的时候合作了一次，那个戏叫《女人兵团》。这个戏呢，因为这个角色非常的动人，他身上我觉得集结了很多天下就可怜天下父母心的那种东西，他非常非常爱他的女儿，所以他也有一些缺点，我觉得他就是有一些旧的观念吧，就是对于就是上海之外的人，他有一种还挺异样的想法和眼光，但是整个随着整个故事的开展，他慢慢的接受了他们非常热烈的爱情，真挚的爱情，所以我是觉得他还是希望孩子能够非常美好的生活，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动人的过程。严老师也通过演绎这个过程，把自己内心要传递的很多态度告诉观众。好，那接下来的问题呢，我们给到鲍晓。鲍晓在剧中呢饰演一位导演，你有没有在夏导身上寻找影子啊？首先这个事儿我得感谢一下王丽萍老师，因为我从小啊就有一个给自己定了一个小目标，就是有机会我要努力的话一定要当一回导演，真的。然后这回特别感谢王老师让我在他这个剧中啊，然后体验了一把当导演的感觉。至于有没有什么观摩借鉴，其实在平时生活中多学习观摩揣测一下我们夏导怎么当好导演就都知道了。那你今天现场给我们让大家不知道夏导平时怎么导的，你给我模仿一下夏导平时怎么导的。夏导，我这个就不要老瞎说了吧，到时候万一下一回夏导不跟我合作了，我该怎么办？其实大家特别想看，真的，又是演员，本来就具有表演能力，刚才你看夏导呢，又是一个特别吝啬表达的人，说的那么多，问了那么多，他最后也没有说出来，所以我希望真的鲍晓你给我们一次机会，让我们看一下夏导在现场究竟是怎么导戏的。好不好？夏导在现场，学一下吧，学吧，学一下。不晓你这个话不要这么说的呀！我跟你说这句话应该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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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说完了之后，第二遍过来。不晓你说这句话不对，我觉得应该再改一下。我觉得应该还是这样，还是一样的哟，还是跟刚才一样的哟。要跟你提十遍，不是我要认真。我觉得你说的都不太准确。夏导平时最就是顶啊顶啊！三年的干活了，三年的干活，好累啊，好累啊，三年的干活了。看来啊，郑恺跟鲍晓的区别就在于，鲍晓担心下一部戏，郑恺一点都不担心下一部戏，就这个区别。谢谢谢谢。啊，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给到洛威。洛威跟王老师是三次合作了啊。这里面呢，分别演过一个东北人、一个上海人和一个北京人啊。这是怎么区别对待的？怎么来不同阐述的？很荣幸作为一名演员能连续拍三部王老师的戏。第一部戏《春秋冬夏》里的小巧，那是一个东北姑娘。因为我了解我的人知道，我本身就有一半以上的血统是东北人，我是生在东北、长在东北的。所以演那个角色我觉得还可以，不是特别难。《生活启示录》里的芳芳。是一个非常作的上海女孩，因为我大学就在上海读，后来就留在了上海，在上海的时候。真的上海话里老好啊！哎，口音啊！我有上海，我爱一股西。真的、啊。哎，特别好。所以演芳芳的时候也不是特别难。这次的赵燕呢，是在语言上把我给难到了，因为她是要操着一口京腔。然后我们一开始开机的时候是在北京，那个时候呢有很多的环境，包括身边的人啊，胡同里的大爷大妈什么的，然后我也会去找那个出租车司机主动去聊聊天，所以还行。但是我们这个戏转回到上海以后，这个氛围就完全没有了。包括我第一天到上海演戏的时候，我又很自然的把上海话给流露出来了。所以我就平时会听书，尽量让自己把那个口音能改一改。你对这次的表现还是比较满意的？是挑战最大的一个角色吧，觉得。我们也非常期待啊。那接下来呢，我们把问题给到刘佳。刘佳，我刚才挺心疼你的，因为片花里看见啪一个大耳光，什么情况？那是？对，我们两个人是我打的。对，是好闺蜜嘛，好到就是一句不合就开撕，
就必须他得打我，因为再不打男朋友就变成我的了。因为那没看到哈，你要抢他男朋友是这意思吗？啊、哦，那是不是当时演了挺有心机的姑娘要去这个抢闺蜜的男友的这样的角色？心机嘛，其实我觉得他更多是爱吧，可能因为爱冲昏了头脑，然后不择手段。使用了一些不太恰当的这些方式方法，但还好，因为我们王丽萍编剧，我们王老师心中有爱，所以到最后把马思思呢又给写回来了。他最后在这个大爱面前，还是知道哦，爱其实是要给予，是要成全的。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和朱夏天聊一聊。这是多少人心目当中的一位偶像啊。这次呢在戏中饰演的也是一个大明星，所以说应该演起来完全可以本色化出演，不需要任何挑战。对，其实我觉得这个角色还是本身还是蛮贴切的，对我的经历来说是蛮贴切的。因为事实上当我接到邀约的时候，我才刚刚新婚没有多久。对，这是你婚后接的第一部电视剧。对，我本来是打算拒绝的，因为我很正想跟我老婆享受一下二人世界。但是呢，导演就非常有诚意的飞到北京，然后我跟王老师在中间又通过一次话，再加上我老婆的这个强烈建议下，然后我就接了这个角色。当时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心里有点排斥，就觉得说好像总是演一样的东西，然后有一点疲乏了。但是后来我仔细读了剧本，然后再进了组以后呢，我自己慢慢其实能够体会到这个角色跟我以前演的其实是很不一样的。在里面其实这个角色能说是比我以前演过所有角色都要有深度，然后我就在这样子的环境下不断地激励自己，那我一定要把这戏演好，我不能辜负夏导跟王老师对我的厚爱。其实说得特别好，刚才在说的时候我在想这个过程，其实很多演员跟夏导和王老师合作之后都会一度二度三度四度很多度的去合作。这里面呢不仅是说王老师跟夏导的作品吸引人，其实就像刚才说到的，王老师跟夏导也是特别有大爱的人，我是很爱他们的，说句实话。所以我觉得每一位演员跟他们的再度合作跟他们当中的人格魅力也有关系。那夏天会不会也期待以后跟王老师跟夏导会有更多的合作机会呢？我非常期待，非常期待。谢谢，我们也希望能够马上看到这部作品当中每一位演员的精彩表演。那接下来呢，珊珊是湖北人。对，湖北人。这次演上海囡囡，咋还有港的嘞吧？一点点，现场学、哦，现场学，然后有上海台词的，对不对？其实剧本上没有，但是有时候导演会跟我商量，我们加一些上海话进去，能让大家看到我这个角色的时候更加有代入感。哎，人家说的上海小姑娘最大的特点是什么，你知道吗？作。哎，真的上海。那你后来怎么去诠释这个上海小姑娘的作了？对，在这个戏里面尽情的诠释上海女孩的作。那体会到作的幸福了吗？作的特别幸福，然后把那个王思王都已经作的。哎，王思王刚才问的，王思王都刚才问的。王思王，他一直在王思王。是王思王，是王思王。王思王。王思王。王思王，嗯，王思王，你还是王思王。现在到底，哎，你别作了好吗？光那上海小姑娘作，现在我们上海男人更作了。对，我发现比我更作，真的。这次呢，珊珊是饰演编剧，这个编剧的表演过程有没有王老师的影子？我演的就是王老师年轻的时候。哦，真的？哎呀，这个底儿太重要了。那么王老师年轻的时候，王思王撒宁呢？对，我演的就是王老师年轻的时候，然后这个剧里面有王老师的梦想，还有他的作。珊珊也不担心下一部剧啊，看来是，你觉得王老师哪儿作呀？我是知道王老师哪儿作的，我们俩来是吧？啊、对，你也觉得是？对，你觉得王老师哪儿作呀？王老师是特别可爱的，真的。因为我每次一见到他，说实话，我就想笑，每次笑到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因为王老师他就是你看他，你就会觉得特别的喜庆，特别的可爱。其实我觉得王老师的作啊，我们先打引号，王老师作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心里永远住着一个孩子，
对，她永远就是有一颗少女心。所以我在这个戏里的露露也是永远演了，就是一直有一颗少女心，真好。嗯，来，王思王，干嘛干侬了呀？我演的就是王老师的先生。你们今天没有跟王老师沟通过吗？对，要想看王老师他年轻时候的爱情故事，就一定要关注《国民大生活》。哎，太棒了！现在好想知道我演的是谁。你们都自己去找自己的影子吧。我相信每一部看戏的人，每一部演戏的人都在当中找影子啊。那郑恺，因为上海兄弟了，对吧？啊，哥们演北京，刚才严老师说北京小钢炮，对吧？对。啊，那这个是怎么来变换自己的特点的？其实还好，因为我毕了业都就去了北京，北漂。啊，然后在北京待了差不多7年的时间才回来。那7年以后也很多的长辈啊朋友啊都说，哎呀，侬上海人啊，侬要回来啊，对吧？起码在上海拍戏，在上海这个有点作品什么的，我觉得哎有道理。然后呢，刚好这个王老师这个国民大生活找来的时候让我演一北京人，然后我就充分发挥了我这7年在北京学到的北京话。好，你说7年啊，那现在就要该考验考验了。北京话，啊、来。北京话啊，北京话。北京话。嗯。北京话就是，北京有天安门、地安门和平门。不，这是普通话。啊、这是普通话，北京话。北京话。北京话。你吃了吗你？干嘛呀？做什么作呀？是不是王立明老师？北京话就是识字儿。就吃字儿吃的特别厉害，然后对，但是我在跟那个我们戏里，我有个哥们儿叫庆子，我跟他演的时候，我北京话就特纯正，因为他是北京人，对，我老觉得说我不能输给他，对，但是一到上海，比如像跟严小平老师演的时候啊，跟那个洛薇姐演的时候，哎呦，那个上海话在片场里就叽喳，哎呦，都搞什么子了，都搞啥子了，我就有点被。带偏了，那个就有时候有点把。我觉得你刚刚那状态还是被吓到给带偏的，真的。吓到顶，做啥了？啥你都看红了，啥你了？搞嘞。我们接下来扔一个难题给郑恺啊，我们知道郑恺是特别聪明、特别智慧的一位演员啊，所以这个难题给你，因为现在我们都在讲匠人精神，啊，你其实，在剧中演的也是跟这匠人精神有关的，对不对？那么戏演完了，生活中你是如何去体会跟理解我们讲的这个匠人精神？对，非常难得的是这次在戏里演的这个角色，这个身份很特殊，他是一个陶瓷艺术家啊，所以基本上在里面的我的职业特性是这个做陶艺啊，做瓷器，所以这个也是表达了所谓的匠人精神。因为现在我觉得这个时代越来越快，大家对专注去做一件事的耐心越来越小。那在这个戏里呢，王叔旺这个人其实听起来名字很狠啊，王叔旺，但其实他是很富有匠人精神的。他觉得应该去慢生活，去专注在一件事上，包括他的感情也是应该慢慢的细水长流的去付出，对一个人好，而不是去很快节奏的接受太多的外部的信息和干扰啊。所以我觉得匠人精神是我们现在应该提倡的，也是我们每个人应该去学习的一种精神。谢谢，我们把掌声送给各位主演，感谢各位主演在舞台上用这样短暂的时间跟我们分享了剧中的人生和生活中的人生。那接下来我们想要领会里面的爱情故事、生活的精神、匠人的精神，大家一定期待这部大剧。那我们接下来呢，再继续欢迎王丽萍老师和夏海云导演，还有我们金丹青品牌的创始人许庆辉女士一起上台，我们将会有一份礼物送给大家。哪能讲啊，他们在作我，真的是一定跟那么多媒体在，绝对不是我个人的自传。我有一个这两个小孩老跟我闹，我有一个原则，一定不写自己的生活，也不写我特别亲热的朋友的生活。所以大家一定的媒体朋友多多关照，这不是我个人的自传，我会跳出来
来源于生活，这俩孩子跟我太好了，所以他们老要捉弄我。你可以批评我，你可以说他们你写的是我的生活这句话。他们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而且我相信，我以后我还会跟郑恺、珊珊他们，还有向天，我们这帮朋友，一起拍下去，合作下去。他们是爱我才这么说，但实在请大家多多关照，真的不是我的自传，要不然自己那点事儿都被兜出来了，真的不是。那说了半天还是你看不是不是不是。来，王老师，这个跟清辉什么礼物送给大家介绍一下？我先介绍一下，这是缇娜记的首席设计师，那个创意总监许清辉。大家好。这次王老师特别。跨界设计了一款那个有非常有设计感的围巾，也是和首次和天纳吉尔联手合作推出的一款非常有感觉的一个作品，这是我们王老师多才多艺另一个方面的一个展现。也是我们国民大生活的限量版围巾是吗？它主要我在这儿可以告诉大家，这是一个公益活动，我们将把它的送温暖，将把它的一些资金捐给自闭症儿童的家庭。谢谢我们有爱的王老师。因为我觉得要把更多的爱除了撒向观众，也撒向更多的我们需要关注的人群。谢谢王老师。那下到你就空手来了。我是一个大家伙，我手无缚鸡之力，需要别人帮忙。停！那什么样的礼物？请看，我真是个大家伙。夏导带来了什么样的礼物呢？过年要到了，送给大家的祝福，我先洗开一下。来，每个人，我们每个人都拿一下，每个人打开一下。去，珊珊，每人拿一个是吧？对，每人拿一个，然后再打开，我们看看都是什么样的祝福。夏导的礼物其实就是给我们送上由衷的祝福，但这个祝福呢，是由我们每一位主演送给大家的，因为再有14天就是我们的农历新年了，我们来看看都是什么样的祝福呢？拿到的每一位，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份祝福，来都念一下，还是一位位来吧。洛威，你拿到的啊，说这个特别好，万事如意。严老师，这个也特别好，大家都会喜欢，恭喜发财，太喜欢了。赵天，心想事成。我这个最实惠了，生意兴隆。我这个是一帆风顺。马上到春节了，祝大家新春大吉。我这个一年都特别好，四季平安。我这个是招财进宝。愿大家大展宏图。好，各位把这个举好，我们一起现场的各位，不管你是有摄影机的、照相机的、手机的，我们一起把这个美好的祝福瞬间留在我们的屏幕里，留在我们的记忆里。靠拢一点啊，我们的主创人员合影完毕之后呢，我们将有请我们现场的各位领导，还有我们出品方以及编剧鲁琦、张扬、雕塑家董涛、漫画家张宇宙上场，和我们的主创人员一起合影。那在这儿呢，我有请各位。在这儿呢，我们还特别介绍，我们刚才片花当中看到的剧中的所有的雕塑作品都是董涛老师创作的。我们的海报啊，也是张宇宙老师亲手绘制的，有请各位海报师，还有一个演员葛中奇啊，上场。哎，有请王凯来。哎，那个我们都来到台上，柯总，哎，对，王总，袁总，哎，对，请各位领导嘉宾，我们一起来到台上。
我们觉得站在楼梯两排好不好？这样的话可以，我们各位，上面站一排吧，要不然太宽了。对，可以吗？这样。好，谢谢各位媒体和现场的朋友们，这是一张大团圆。让我们一起期待，我们由衷的期待。我相信，应该是2017年最好看的一部电视剧《国民大生活》。谢谢各位嘉宾。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留给现场的各位媒体。你们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呢，我们把时间交给你们，可以，为我们的主创人员提问。谢谢各位。好，我们的主创人员演员都在台上。各位媒体的朋友，如果有任何有兴趣的问题呢，现在把时间交给你们。需要拿话筒的各位，记者可以把设备拿上来。那么长的时间就好了。哎，前面的麻烦坐一下。站着还是坐着？啊，站着。那工作人员辛苦，把凳子再拿了吧。坐着话都特别疼。妈，像我这就推不上去的话，我还一个人头都有一个人进去推。对啊，他们一样的呀。他那个推得上呀。我们这个推不上去，我们这两个才13倍，那超低了。现场的各位媒体的朋友，因为灯光在舞台上有点刺眼，所以你提问的时候麻烦手举一下，我们看到哈。你说幸好就怕它又断电了。先合个影哈。现场媒体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举手啊，我把话筒递给大家。我们的工作人员在这边，但是要把手举高，因为灯光照在舞台上，我们反正是看不到的，所以举手之后我们工作人员会把话筒递过去。谢谢各位。